节目由宗申智能锂电池独家冠名播出。传统相声历经百年，魅力依旧，经典段子穿越时光，熠熠生辉。不忘传统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。回望经典，让相声艺术生生不息。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传统相声·经典长青》。卖孤衣是传统相声中的经典名段。孤衣是指七八成新的衣服，在老北京以前有孤衣行。孤衣行的经营方式很独特，靠吆唤做宣传。相声卖孤衣就是根据这种生活现象编创而成，传承至今，久演不衰。多高兴啊！啊，到这个相声大会，跟您合作，很高兴。认识您？认识我的人不少。姓李。对。李宇春先生。哎，李先生，这个艺术上边还是你先等我，你先等我。我啊，还李宇春先生。不是吗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！我不是李宇春先生，您是李增瑞小姐。哎，哦，我呀就是李增瑞。我知道您叫李增瑞，但知道您还把名字给说错了。很多的朋友未必知道啊。啊，那倒是。宣传太少。那你的意思呢？还得多上电视。多上电视，电视上多播出您呢。那我这个怎么宣传呢？也得合辙押韵呢。怎么说呀？台风潇洒哦，人见人爱。是啊，妇孺皆知。嗯，给钱就卖。哎，给钱。我是那货呀，给钱就卖。能捧能逗啊，能说能唱，好，语言幽默，嗓音洪亮。你夸我。青年相声演员的榜样，中老年妇女的偶像。李增瑞，你值得拥有。值得拥有。我说了半天，我还是东西。不是啊，我就想在这个央视相声大会这个这么好的舞台上啊，我把您拍卖了。哎，拍卖宣传您呢。给我做广告了。现在别说人了，嗯，一个电视，一个手机，嗯，一条裤子，什么不得宣传呢？您跟他们怎么比呀？什么电视啊，什么手机呀，这些个都是东西，我呢跟他们不一样。哎，您不是东西。哎，你才不是东西呢。这叫怎么说话，绕的我是怎么说。你自个儿说的嘛。我不是东西。不是，我就是一心的想把您宣传出去。宣传我？哎，现在各行各业都讲宣传呢，别说现在了啊，过去小买卖也讲究做广告啊。他怎么做呀？比如说卖我们身上这个服装啊，今天这穿的都是长衫呢。是啊，大褂。嗯，过去叫长袍马褂。哦，马褂就是过去的那种礼服。哎，有一套词儿专门吆喝这马褂。他们怎么吆喝呢？哎呦，很简单啊。你给我学学。这样啊，您跟我一块儿来。怎么一块儿来呀？您就来个下句儿。哦，你唱一句，我唱一句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行，可以。好比手里这就是一件马褂了啊。这是马褂。啊。搭了马的褂儿啊。二了马的褂儿啊，三了马的褂儿啊，四了马的褂儿啊，五了马的，哪那么些马褂儿啊？我吆喝大马褂，您别吆喝二马褂儿啊。那我吆喝什么词儿？你把这什么特征啊，什么用途啊，哎，给吆喝出来。我还得换词儿。对呀。那干脆我来这上句儿。您来上句，你来下句，我来下句啊，咱可说清楚了啊。说什么呀？撒谎圆谎啊，找钱算账，这您行吗？这咱试试。来来啊，试试啊。来了来了，嗯，试一回。嗯，大里马的褂儿啊，套在了外边儿啊。你这不废话吗？马褂可不都套外边呢？要套里边呢？套里边那是汗摊儿啊。唱啊，这也得唱出来。唱出来呀。那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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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里马的褂儿啊，套在了外边儿啊，套在里边儿啊，那是汗衫儿啊。
往后接着来啊。哎，还接着来？那可不吗？哎，好。我要买裤子，两条腿儿啊，没有腿儿，那是三角裤衩儿。老爷什么都知道，没腿儿啊。哎，接着来。后来呢？低了条的腿儿呢？那是筒裙呢，一条腿筒裙，哎，两条腿啊，那一个人穿呢，三条腿那就没法穿了，四条腿两个人穿呢，五条腿那是手套啊，手套都想起来了，五条腿啊，六条腿呢，那是三条裤子啊。给你唱上来了吧？感折能力太强了。哎，你再来，再来。128条腿儿啊，那是蹲步条啊。你活得好。这是过去，现在呢？现在啊，有这个直播，直播网络带货的。好，那天我听着了，听着什么了？哎，两个人也是一对一句的卖裤子。哦，也是这么着。一条裤子啊，两条腿儿啊，不是不是，三条腿儿，不是这调，不是这调，这什么调啊？李老师怎么这么多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呢？那你的意思？他用的是流行歌曲，流行歌。嗯，那咱这样，怎么着？咱爷俩一块儿用这新旋律卖这裤子。那现在开始啊，我唱一句，您唱一句啊。看这条牛仔裤。看这条牛仔裤，看看上那边看去，上那边看，都什么意思？看哪位穿着，你可随便看。我唱上句，您唱下句啊？哦，跟你那不一样。对啊，那你再来。嗯，看这条牛仔裤，纯粹大粗布的。哎，什么什么词儿啊？这叫粗布。哎，太绿色产品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人工的，提高点档次。啊，行，可以可以，再来点，来。看这条牛仔裤，纯粹大洋布的。啊，这是好一点，好一点啊，对吧？哎，战争是外国的祸，胜战在平谷啊。平谷像话？那什么意思？我紧着说，外国捧得乌丢乌丢的，你给摔得吧唧吧唧。哦，换地儿。外国换地儿。哦，那行，再来。战争是外国的祸，生产在内蒙古，内蒙古也不行，生产在加里曼都啊。我哎，这地方还行啊，是吧？外国吗？再来。您要买多少钱呢？您给15000吧。15000，老头穷疯了，您看了吗？卖一条换一条，一条也卖不出去啊。什么意思？便宜点，您这太贵了，价高了。便宜点，那行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要问卖多少钱呢？您给250吧。傻数是吗？您给150啊。150还可以，往后咱夸夸这裤子。行，小伙子穿上它呀，娶一个好媳妇啊。还可以啊，那大姑娘穿上它呀，这找一个好丈夫啊。老大爷穿上它呀，捞一个好金箍啊。老太太穿上它呢，她脸上红扑扑啊。大家伙穿上它，这您接手时不舒服啊。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传统相声》，经典长青。相声的基本功，以前有说学逗唱的说法，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演，提倡相声演员加强基本功的练习，使相声表演成为有根之木，有源之水。在2021新春相声大会上，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就展现了他们演的功底。新的一年到了，我认为对我们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呢，也应该提高了一下自己的业务水平。哦，新年新气象，提高更高的要求，是不是？好主意。当年呢，马季先生就说过这么一句话。马先生说：“说学演唱，斗在其中。”您瞧，又加了一门演。哎，提高我们相声演员的表演能力。对，这方面呢，我觉得这一年当中呢，做得还比较不错。有机会吧，有机会，明年咱们2022年的相声大会的时候再来呢，争取就不说相声了。
给大伙儿呢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一段独木戏也好啊，哎小话剧也好、啊、你先等会儿我就不用捧哏了，你不用捧哏了啊，是怎么了？好嘛，我听您这新的一年还收获还挺多、啊、那当然，明年呢我呢就是给一人给台上给大伙儿表演一个，你呢坐在边上你跟他们一块主持去就很好。见过话吗？干嘛去还得你一人演？再说你刚才提那表演，对啊，我比你先行一步知道吗？怎么先行一步了？嘿，我今年一年没少拍戏。哇，你拍戏了？哎，拍好多影视剧。不是，就你这模样拍戏，我天，哎呀，干嘛这动物世界又翻拍了是怎么着？我在那里边演什么呀？我好像看过你的戏。嗯，你那经典台词是不是这个？嗯，熊大光头强又来了。没听说过，我演动画片儿，我在里头。不是，你这模样能演什么呀？什么都能演啊。表演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今天咱就突破一下吧。怎么着？别说了，咱演一个好不好？咱俩在现场演。哎，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和咱们 PK 一下子，可以、啊。看谁演得好。嗯，咱们提个、哎、说一个题目，现场就演。可以。这么着，哎，为了大伙儿呢有个评判标准，嗯，咱挑一个大伙耳熟能详的影视剧桥段。这个主意好，好吧？为什么？让大伙儿当裁判，他们得熟。哎，大伙儿都看过的，对，耳熟能详的影视剧桥段，咱来来，古装的行吗？嘿，我最喜欢古装，还最喜欢古装。哎，对，擅长这、那个。古装咱们选一个，这么着，演一个前两年嗯特别火的一个热播的古装电视连续剧，叫就孙俪老师主演的那个啊、嗯、那叫什么半月版，你看过没有？什么半月版呢？半月版啊，我火的孙俪啊，那么好的演员演一磕膝盖，磕膝盖干嘛呀？人家叫芈月传，就那名字吧。哎，老傻逼，哎，这戏你看过没有？没看过。你看我挑一个，你还没看过，这怎么演？没关系啊，没看过，我没看过没关系。怎么着？大伙儿全看过，都熟啊。你没看过，你都敢演？要不什么叫即兴呢？能耐大了。哎，那这么着吧，分一分角色啊。嗯。秦王，我来皇上。哎呀，行吗？这模样。你呢，也是一个主要角色。哦。你这个人，你演芈月，好吗？我。芈八子。芈八子。你是芈八子，好吗？行嘞。行不行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咱们时间地点呢是深夜的宣誓殿。宣誓殿是我办公的地方啊。哦，我找您。哎，晚上我这打理朝政呢。哎，你晚上来看我的这么一场戏，夜深人静，突出演技。我说，好不好？那咱说好了啊，这咱不许玩赖，不玩赖，就飙演技，也飙演技，好不好？现场咱就不能是相声的感觉了。对，像好比是拍摄现场，哎，导演都在那看着呢。哎，参见大王。大王、嗯、啊，唐僧师徒走到哪儿了呀？回大王，嗯，他们师徒四人已经过了车迟国了，好，马上就到咱们这个山头了。听说吃了唐僧肉能够长生不老，到时候赏你块骨头吧，尝着欢腥。谢谢大王。俩妖精是吗？俩妖精半夜皇宫里闹妖精了。我弄错了，参见大王像话吗？是什么呀？参见大王啊，秦朝参见大王秦王嘛。哦，秦朝是参见大王。再来一遍，再来，大王。参见大王，深夜来这寡人有什么事情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闲得出来溜达溜达。你晚上我吃了四碗大米粥。那你就是吃饱了撑的。没事儿行吗，哥？我有事儿。废话，得有事儿啊。我知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。这么着，我教你一句台词。哦，你这么说，你说呀，楚国陪嫁来的书简，臣妾已经整理完毕。哦，就楚国陪嫁来的书简，臣妾已经整理完毕了。显着您贤惠嘛。我干活来的。哎，行，再来。哎，真费劲。参见大王。深夜来这寡人有什么事情？楚国陪嫁来的书简，臣妾已经整理完毕了。八子辛苦了 ，Thank you。你还说一外国话呀？就摁了，这就摁了。寡人也是累了，嗯，好久没听你演奏的排箫了，能否为寡人演奏一曲？排箫啊。秦朝人家的乐器就是排箫，排箫这里头哪有排箫的呢？你等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去啊。这个我跟你说，这还真你会吗？这难不住啊。你会吹这个？幸亏有这个。这叫你先告诉我这叫什么？竖笛呀。你还会吹这个呢？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我专业。你吹这行吗？全市拿过第一名。哇呵，真的，我一吹这个啊，包括朱迅姐、李金哥全鼓掌。
所有的观众全鼓掌。那今天咱这节目就看你的了，没问题。咱打头来一遍，你要吹这个，我带头给你鼓掌，没问题。承认你演得好，来吧，来一回啊！我一吹准鼓掌。哎，给谁？来。参见大王。深夜来这寡人有什么事情？楚国派下来的书简，臣妾已经整理完毕了。哎呀，八子辛苦了。Thank you。别，寡人也是累了。嗯，好久没听你演奏，这什么玩意儿来着？竖笛。演奏的竖笛了。嗯，能否为我们大家演奏一曲？伺候大王。咱听这个。鼓掌。这歌你说我都没听过，再吹这玩意儿。嗯，今儿也过年了。从小学到大学就吹小星星啊，这个！哎呦，我好，不行，哎呦，哎呦，大王，臣妾演奏的怎么样？好，来人呐，封赏，赐死，别演了。相声演员不仅要会演，更要会说，包括外语。在传统段子中，关于学外语，曾有多个不同的演出版本。在2021新春相声大会上，青年相声演员严家宝与两位外国友人联袂演出了一段新的学外语，他们说起了俄语相声，为这个段子增加了不少新的看点。我们两个外国人，你想跟我们两个说相声，你外语合格吗？对，会吗？不是，咱们说中文相声，说什么外语相声啊？对不对？大伙儿听不懂。我们今天别开生面，就是要创新。我们今天就是要为大家说一个外语相声。这外语相声吧，它我也会。首先你得有一个俄语名字。明白了吧？那你得给我起一个好听点的。有一个啊，你说我叫什么？嘎吱沃沃。叫什么？嘎吱沃沃。没有脚不鸭子。还有六哈喇子。还有什么性子？这都什么名字呀？给你起名怎么那么难呢？给我起名字难。是啊，是你们俩不会起吧？是这样吧，我们最后就这个名字啊，喜欢就是他，不喜欢就是他。你看这个名字令人尊敬，非常令人尊敬。你要说这个行啊，只要是令人尊敬，这名字我就用。你说我叫什么？古里尼爸爸。我尊敬你们奶奶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这都是什么名字？你听这俄语名字叫古里尼爸爸。这个名字在俄语里头啊，它很受人尊敬。我就叫这古丽你爸爸了，是吧？那现在咱们仨人就正式可以表演俄语相声了，好吧？俄语相声现在开始。好，可以。哎，摁铃了，开始了。不能开始。是这样，家宝。对，俄罗斯啊，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国家。啊，对，是。你如果想跟我们说俄语相声，首先。你就得会乐器。是，那这样吧，怎么样？我们来一个俄罗斯的歌曲。哦，你俩想法来配合就算成了。哦，配合你们。对，那没问题。咱们来一个什么歌曲呢？我们来一个卡秋莎。哎呦，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名曲，太好了。OK， 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на вда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, на крутой. 你别说，他这个音乐勉强算你过关啊。那咱们这个乐器是不是得还给人？还一下吧，毕竟都200块钱了啊，挺贵的。怎么样？可以，你这个乐器说实话还行，能跟我们配合。那咱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俄语相声。太好了，咱们三、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说的是俄语相声，说半天了，从头到尾都是俄语。我这个俄语啊都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捧得严丝合缝。那我考考你啊。你考吧。俄语的是怎么说？搭，很简单。搭。哎，那俄语的不？怎么说？你好，怎么说？这大家都知道啊，哈拉少。哎，他还真的会俄语相声，我捧没问题。那我们这样啊，我们把这俄语相声还得从报幕开始。咱们报幕就开始了啊，从开始。哎呦，又来了。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, я вам рад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нашего хорошего товарища Гулини Баба. Я очень вам.Я очень рад вам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наш сяншен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с Тяпао и Тиной.
说啊，他刚才说什么意思呢？他说呀，很高兴和家宝和 Tina 说一段俄语相声。我刚才说搭是，你看捧得严丝合缝，来。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наш партнер вообще не понимает по-русски. Как чистый лист бумаги. Та-та. 哎，这没听懂是吧？刚才 Tina 说家宝这个俄语相声说的是不错的。叶果说对呀，他说俄语啊，那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我说大大没问题，接着往下来。Но нет,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это шутка. Он очень-очень хороший человек. Не, 你看这表情，这迟疑了。他说你家宝，你真正的能完成这一整段的俄语相声吗？你是不是不行啊？我说не, 没问题啊，保证没问题。哦，ты не хороший человек, значит ты последний негодяй?Хорошо, China number one. 哦，他刚才说家宝真能完成这段俄语相声吗？我说没问题，中国第一。哎，太好了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各位，我这俄语啊，我跟你说，捧得严丝合缝，你挑不出毛病了。哎呀，的确很精彩，捧得特别好啊。是，他就是翻译当中啊，他存在一些瑕疵。没错，他都有那么一点不完美。而且是这样，我相信啊，在座的所有朋友，包括线上的朋友们，肯定是没有听懂刚刚他的话。帮我翻译了。咱们现在啊。再把刚才的内容用中文给大家伙演一遍，你们说好不好？这个好，你看，从报幕开始。好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面请欣赏相声，表演者，古丽妮爸爸。倒霉我这名字上了。很高兴今天和 Tina 和家宝一起给大家带来俄语相声。我说搭，我说。我说对了，我说是，哎，你看捧得严丝合缝，来来来来，接着来。但其实啊，你说我们这位搭档，是一点儿都不会俄语，打肿脸充胖子。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，没羞没臊。谁没羞没臊？谁没羞没臊？这怎么回事？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。不，刚才我啊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你现在就要原封不动的翻译。我说你没羞没臊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我说。搭搭，我是挺没羞没臊，谁没羞没臊？不是你接着往下来呀、啊。其实啊，开个小玩笑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位搭档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嗯，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孽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哦，我问你，你不是好人，难道你是一个大坏蛋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哈拉少 ，China number one， 我中国第一大坏蛋。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《传统相声》，经典长青。单口相声是一个演员面对观众表演，看似形式简单，其实相比于对口相声，单口相声的表演难度更大，更吃功夫。哎，我们这姑娘可是不是放，这男的有一点包膜可不给，你可别瞒着，别欺骗我，还得把这没鼻子说出来。老太太，您不用说送我那么些钱，一个钱不花，我也不能办车得势。说您小姐一辈子大使，大主您呢，给不给在您呢，对不对？小伙都好，就是眼下没什么，没鼻子。在2021新春相声大会上，86岁高龄的田吕和先生表演了一段单口相声，叙事铺排看似平实简单，实则构思精巧，耐人寻味。什么？你上台？两个小朋友还搀着你啊，我还小呢，到年呢，86了。我是15岁，学徒，学说相声，6岁上学。我呀，没进过学校的大门，我上的是私塾。私塾念什么书啊？啊，是孔孟之学呀、啊，五经四书。启蒙的读物呢，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就念这个。老师呢，教学生，就三个字：念、背、打。先念，念完了就背，背不下来就打。啊，我就是没挨过打，我上学啊，哎，用功，跟我同座的那个孩子太笨，
教上句往下句，教下句往上句。过来过来，念书，念赵钱孙李，念赵钱孙李，广念赵钱孙李，广念赵钱孙李，不要广念赵钱孙李，不要广念赵钱孙李。我说你怎么跟我学？我花钱上学，不跟你学，跟谁学啊？哎呀，挤着老师没有办法了。这样吧，我就开讲吧。百家姓单双姓，没有姐儿，啊，带起源、带俊名的，更记不住了。教上句的往下句，来来来，赵钱孙李，哎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背吧，忘了，我这不刚教的吗？啊，我这刚忘的。赵钱孙李，哎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背，赵钱孙李。赵钱孙李，赵钱孙李，老赵钱孙李，底下那句，你那句忘了，底下不是周吴郑王吗？哎，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上边的上边，房顶上。